在前面的视频里，我们出现了这一款快乐肥宅面，我本来以为是方便面呢，正打开要泡，然后里面是一个拼图。那期视频之后，很多粉丝小伙伴给少奇留言和私信说，想看看少奇把这个大自然颜色的拼图拼一下，这么一大袋，这个拼图对我的智商绝对是一个考验。但是粉丝们想看，今天我们就来拼它。它这里面给了一张提示图，写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而且竟然说这是参考图，丑的人拼不完，这是重点，画下来要考。虽然我们的智商不在线，但是这张图好像考的是颜值，做什么也得把它拼出来。嗯，一片绿，这完全没有头绪啊，这个怎么拼？诶，这一块ECI 这两个是一样的，既然和参考图一样，那我就有点头绪了。先找它的字母和有特点的地方，找出来就好拼了。它这个反面也有英文字母 HFZB， 那估计它的反面就是 ABCDEFG 这样排列的。我们正面先拼一下，反面正好核对它的正确或者错误。这个东西真的好难啊，我都不明白了，到底是谁发明出来的拼图？拼这个拼图会有什么乐趣吗？这个拼图拼的我真的好开心啊，真的太开心了，真棒。拼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拼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烦躁，但是摄像机的电量估计会不够，我会慢慢的好好的把它拼完，你信不信？这只是临时放拼图的一个容器，这不是垃圾桶，你要相信我。